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学校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回味经典系列的第一集的节目。我接下来的话呢，每个月呢至少呢会更新一期的回味经典系列，带各位呢来回味一下所谓的经典 3.0 世代的玩具。那各位呢知道呢，我除了正式的胡夫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的流水号之外呢，我还有另外做了一个高清重制的系列。那个系列呢，其实一开始呢并没有特别锁定领袖之证，但是没想到后来呢，不知不觉都是挑领袖之证的玩具来做分享。所以我想以后高清重制这个系列呢，就由领袖之证这个系列呢来做一个独占。那我的话呢，就开了另外一个叫回味经典，也就是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那我会以经典 3.0 系列的玩具呢来做一个主力的分享。那经典 3.0 的话呢，我大概定义一下，它可能呢，网络上的有两个说法，一种是比较狭义的说法，它就是呢，在大概10年底或是11年初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 Generation 系列。狭义来说呢，就是红色吊卡的这些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被归类为经典 3.0。那另外一种比较广义的说法呢，是把大概2011年前后电影系以外的这些玩具呢，通通归类到经典 3.0 系列。那当时的话呢，除了标准的，像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weirdJack， 它就是标准经典 3.0 系列的。那除了这个系列之外呢，当时呢还有一个所谓一个黄色吊卡的叫 rebuildeShirt， 或者叫做 RTS 系列的一个玩具呢，也被归类到经典 3.0。那除了这两个系列呢，是以 G1 的人物呢作为造型、作为背景来做一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把这个 G1 的造型人物的话呢，做一个重新的演示。除了这两条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以电玩 War for Cybertron 呢作为设计蓝本的。那个 War for Cybertron 是当年的那个电玩 War for Cybertron， 不是现在的围城，也不是现在的地出啊。当时的话呢 ，War for Cybertron 呢只推出了5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音波 Megatron、Artemis One、Bumblebee， 还有跟 Bumblebee 同模的 Cliffjumper， 只有推出5款。但是这5款玩具的素质呢，网络上你查一些都知道，都是非常高水准的玩具，甚至可以说整个经典 3.0 广义的经典 3.0 系列的话呢，都是非常精彩的玩具。我个人心目中的经典 3.0 呢，是比较倾向广义的这个系列，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我才会把这个 RTS 的系列呢，也放到我这个所谓的回味经典里头来。那它的推出年代呢，我刚才已经提过，它是2011年前后。那么呢，电影第3集的玩具呢，是2011年的5月份才推出的。那么在10年底甚至11年年初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经典系列的话呢，等于是承接在电影第2集之后的一个世代，非常非常黄金时代的一个岁月下的一个产物，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个人的话呢，虽然是2009年入坑，但是呢，我在2010年整年呢，一个变形金刚都没有买，完全就零，没有买任何一款变形金刚啊。我整年都在玩魔物猎人。然后呢，2011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我在玩具反斗城呢，偶然呢看到了 War for Cybertron The Last Class 的这个 Artemis One， 才又买了一个之后呢，重新的呢又去尝到变形金刚的美味啊。然后因此呢，就赶快补齐呢，电影一些玩具之外呢，经典 3.0 的玩具当时刚好是一个都往架上放的一个时代，可以说当时就非常非常饥渴的想要收变形金刚的时候呢，经典 3.0 系列的玩具呢，一方面价格不高，再来又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品质，把我喂得很饱了。我只能说这个系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充实的回忆啊。尽管它没有像领袖之证时代呢，我那个时候呢会收得那么开心，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多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如果你要单纯就以玩具的质量来说呢，我必须要说经典 3.0 的玩具呢真的做得非常的好，不是之后的领袖之证之后的玩具呢可以相提并论的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拿这个 RTS 的 Turbo Tracks， 还有这个 Generation 3.0 的这个 weirdJack 呢来做这一个系列节目的开场。我已经花了4分多钟来讲经典 3.0 跟我的故事了啊，相信各位也不会嫌我啰嗦啊。你们有时候节目剪得太短，你们有时候我变短了，老了不行了，今天我就硬起来藏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好，那这两个玩具呢是同样的模具做一点小小的修改的。在车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方 weirdJack 的前方呢就多了一个这个凸出来这个部分，以及这个车子的一个尾翼的部分，它是有多出来的。那 Turbo Track 呢，感觉呢好像素了一点，但其实它在车型状态下呢，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飞行模式，待会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两款的一个滚动性都非常的好，你看我这个桌面已经算很滑了、哦，这个地方它还是可以轻松的滚动。我这边，这边滚不动，才刚说你滚动性很好，你马上就有问题了。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轮胎啊，好吧。好吧，反正它滚动性很好，桌子太滑了啊。行，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啊，这一款，这个Turbo Tracks 它是有一个热感贴纸，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有摸过它，所以它已经到现在还没有那个兴奋还没有退，所以到现在博白的标志还一直存在啊。对不起，我手太厉害了。那它的这个火焰的这个文章，在这款玩具之前的这个 Turbo Tracks 呢，前面的。这个花纹的话，通常都是火鸟啦，我记得。那从这个 RTS 的这个 Tracks 之后的 Turbo Tracks 之后呢，才出现这种像是火花一样的这种条纹。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它的侧边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像是飞弹的一个东西，飞弹的话是扣在这个地方。那它的话呢，这个飞弹也可以扣在后面。待会呢，我们做飞行模式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它可以说呢是造型来讲，除了这个导弹之外，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后面有两个洞，但是这两个洞问题也都不大。然后这一款 weirdJack 其实以车型来讲的话，这一款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好看，特别是前方这个部件。然后呢，它的一个这个的话呢是美版的，那它有一个 UN 系列 ，UN 系列应该是日版吧。其实我觉得美版反而比较好看 ，UN 的绿色呢好像太过墨绿了。这一款美版的话呢，反而呢我觉得是比较鲜艳一点点，感觉比较好看。那它的车窗两个都是一样。都是灰色的透明件，然后它上方它这个就没有热感贴纸了，而是直接是一个 Autobot 的一个标志。那这个以这个部件这个扳手它可以收在这个地方。那 weirdJack 的话呢，如果你不想扣在这里，你觉得这个东西难看的话呢，你可以扣在这个地方。它在人形状态下呢，有多了一个部件，让它的这个 weirdJack 的人形下呢，扳手不拿的时候是可以放在下面的。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比较好看，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不想侧边有个这个，你可以。只是提供你多一个地方的一个放法，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底盘啊，原则上呢就是收的也算是比较 OK 的。轮框的话呢，也都是有打上这个铆钉，而且都是有上这个轮框啊，都是有上漆的。在那个时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基本中的基本了。那我们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先来给大家呢简单的呢示范一下这把Turbo Tracks 的一个飞行状态啊。它这个飞行状态呢，因为是动画片里头它也是有这样的。如果其实这一款的话，它的价格曾经比跟 MP25 差不多，应该说 MP25 的价格在台湾曾经崩到大概台币500块钱一个。所以的话呢，你如果说拿这一款跟 MP 去比的话呢，我是觉得当然它会有一点点不利，但是也不至于说全面溃败啊。因为那一款 MP 的话呢是比较修长比较美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年龄是相差的可能有将近10年之多吧啊。那这个地方这样放下来就会有一个翅膀的一个形象，以及的话呢它的这个导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严格来讲是要放到后面这里。你看它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weirdJack 它是有这个尾翼，但是 Turbo Tracks 却没有。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做一个打开之后的话呢，从这里它其实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设计，所以的话你这样翻开它会有两个凸就冒出来了。我们的话呢再次的呢把它给合上，然后呢扣这个凸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啊，扣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部件稍微转一下，转到下方来。我们要扣是扣这个洞，然后这个像是这个垂直尾翼的部分呢是朝上，两个的话呢就先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整，这样子。然后扣的时候呢，请你记得就尽量两边一起扣。我这只是稍微放上去而已，稍微放一下。为什么两边一起扣？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是一个跷跷板式的一个设计，如果你用力扣其中一边的，另外一边一定会弹飞出去。所以的话就是稍微一个地方扣上去就好，施力的时候两边一起施力，这样它才能够扣的比较稳当一点点。那么呢，这个就是Turbo Tracks 的一个飞行的一个状态啊，非常的牵强，对不对？这样子。而且这个机翼的话，如果你说这个机翼啊是在这个水这个往高一点的位置，我也认了，但它确实比较偏下。这导致说你放在桌上的时候，它会对整个车子就是一个，除非你有这个起落架之类的把它给弄上去啊，不然的话它基本上是如此这般的。那这个的话呢，如果在网络上的话呢，它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非官方的一种变法，非官方的变法就是把这个手臂的话呢，从内部呢先给抠出来。 抠出来，然后将手的话呢给放到这里，把手呢像是插口袋一样的把它给插到内侧去，然后这个部件翻出来，以及它这个轮胎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关节可以调的，我们可以调成这样子。另外一侧的话呢就一样的，把它给翻出来，到侧边，翻到侧边来，然后轮胎的话呢也是翻到侧边，手臂的话呢就放进这个缝隙里头，这样子 ，OK， 然后再把这个部件呢给盖上去啊，盖上去，这个。 地方一样把它给扣上去，扣的时候一样啊，保持住，两边的话都要同时施力，或者是你扣一边的时候呢，另外一边的话呢，你至少的话呢，必须要给它给稍微控制一下，不要让它整个跑掉了。那么这个的话呢，轮胎的话呢，可以稍微往上面调一个斜的一个角度，如此这一般，稍微有填补一下侧边的这个 Turbo Tracks， 就算是 OK 变形完成。那这个一样是。 OK， 你就当它是送的吧，一样是送的，不能够当成是一个正式的变形过程吧啊。那行，那我们的话呢，既然已经变到这个份上，我们就继续的呢，把它呢给变形成一个机械的一个形象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两个部件呢给翻出来，然后呢整个背后给打开，先把这个跷跷板的话呢给恢复到原状，然后整个的话就先把它整个给打开。那么这个枪这个部分呢，在变形成机械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不把它拿出来，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完全。 武器可以完全收纳到体内，但是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武器还是拿在手上，或者甚至当成肩炮都好啊，绝对就是胜过你收在体内啊，太可惜了啊。这个两只胳膊的话呢，就往外翻一点点之后呢，这个部件往上面推，这里松开之后，把它整个往上推，这个头部的话呢，会整个会冒出来，而且整个两侧的这个部件呢，会自动的往两侧撑开，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胸口，你看是整个是撑开来的啊，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怀念的一个连续一个变形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把后面这个灰色部件呢给挑出来，这块部件给挑出来，然后呢前后做一个组合，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凸，这里是两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到这边，我们先把这个翅膀这里，先把这个翅膀，我已经把它往两侧拉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把它往斜上翻上去，拉出来斜上翻上去。 然后就可以方便我们做这个部件的结合了啊，在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到这好。那么这个整个轮胎的话呢，往前方来翻，让它成为前面的一部分。当然你要翻到侧边也不是不行啦，都是可以的。腿的变形就很简单啦，两侧拉开，然后整个腿部这个地方有个滑槽拉开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往左右稍微扭开、松开之后，脚掌就可以翻出来了。这里也是一样的，脚往下整个拉出来，这个地方分开之后。 稍微的扭一下就可以把它给翻出来。那后面这一块部件啊，这个球形关节，比如说比较容易掉。那么呢，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是 weirdJack 的话呢，这个时候变形就算完成了。但是呢，这个 Turbo Tracks 呢，它是要多做一个腰部的一个翻转，然后呢，把这个原本的后方呢转到前面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Turbo Tracks 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我们的话呢，可以把它的一个肩炮这个东西呢，不对，应该说这个肩上的导弹呢，给扣到上面去。 这个的非常流畅啊，所有的配件呢都有它，合理而且有意思的一个，而且遵照原设定的一个变法。然后武器的话呢，就把它翻折出来，扣在手上。这握持武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啊，这里把它给扣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的手上的这一款这个枪的话呢，有某些角度的话好像握得不是很紧了啊，握得不是很紧。 那这个拳头的话，稍微要转一下。正常来讲的话呢，你的这个拳头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呢，是要转一个90度，因为它这个才跟手肘呢能够做一个搭配。我们的这一款 Turbo Tracks 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这一款呢，所有的美版的玩具呢，都有一个脚呢稍微偏松的一个状态，几乎都是有的，几乎免不掉，几乎免不掉。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进行这一个weirdJack 的一个变形。weirdJack 的变形呢，当然也是完全一样的，各位呢可以再参考一下。首先的话呢，把这个。 两侧把手给放下来，两侧的这个稍微撑开一下，这个部件往下翻，往下翻，然后呢，这个看到吗？这个部件往外拉出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打平，翻出来，来打平。后方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呢整个往上翻，翻出去之后呢，把这个武器的话呢，一样先把武器呢给拿出来。那么呢，这个人变车的时候呢，后面这个地方的收纳呢，稍微有一点点小技巧。就是说呢，我的做法呢是把这个地方，这里。不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两个黑中间有一个缝吗？去扣这个地方。所以我的做法呢是先打开到这边，然后呢把这个手呢利用整个手臂的多重关节，把这个凸跟凹呢先把它给扣上去，先把它给扣上去，先在这个地方先把它对位对好，把它对位对好，再把它往前面扣，这样它才能够扣得好。 啊，我不建议呢，先把手折进来，再把后面这个盖子来扣它。我觉得这样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对稳，很不好对稳啊。当然不是不行，但是肯定不方便，肯定不方便。然后呢，这翻到这里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这个部件往上面，我们可以先把手臂往外翻一点点。以这个联动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手上这一款这个 weirdJack 的话呢，好像不如那一款 Turbo Tracks 啊。对了，这里要讲一下。 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凸，要记得扣进这个小这里凸这个地方，记得要扣进去啊。这样子的话呢，车形态呢才会变得比较完整一点点。那我们这个部件可以往上面推 ，OK， 整个推上来了啊。刚刚的话呢，这个轮胎就卡到后面了啊。这个手臂翻出来，轮胎呢一样的翻到正前方来，再把这个胳膊的话呢转过来，然后呢拳头的话转一个稍微转一个角度 ，OK。 好，那后面的话呢，这里也是一样的，把这个灰色部件翻出来，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飞翼的部分，这个飞翼的长度啊，比这个最新的那个地出的那个翅膀要长得多，我觉得比较喜欢，比较霸气一点。这个地方扣上去，最后就是两脚做一个分开，然后呢，把这个脚掌呢一样。 这个脚掌的话呢 ，weirdJack 的话呢，我玩到现在我也是比较没有喷溅过，但是这个 Turbo Tracks 的话就喷溅过比较多次啊，所以这个两者以做工来讲的话，感觉是这一款千斤顶是比较好一点点，比较好一点点。那它的一个刚刚那个，肩炮去哪里了？奇怪，我刚不是有啊在这了，被它偷走了。这个肩炮你可以拿出来。那么这一款这个千斤顶的话呢，我是习惯。 啊，把它变成是一个肩炮的一个感觉，就扣在这里，整个当做一个肩炮。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就很巧妙了啊，原本的一个在 Turbo Tracks 的一个导弹就变成了这个，好，有人就是活动扳手了啊。作为一个汽车维修员啊，身上的有一个活动扳手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如果你不想要拿在手上呢，也没有问题。在这一款这个千斤顶的话，它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横的一个支架，你可以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可以放到后面啊，就可以把这个扳手可以用来按算针的扳手呢，就藏在这个小腿后面了啊。这个呢，绝对可以是7种武器之二吧啊。那其实7种武器到底有哪些，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第一个是折灯，对不对？行，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典 3.0 系列的 weirdJack， 还有这个 rebuildeShirt 的一个 Turbo Tracks， 两款的造型呢，人物都偏胖啊，没有问题。这个尽管它的美型度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好像跟现在的玩具不能相比啊。 不管你要说它是武大郎呢，还是说它是矮肥短啊，怎么样？不管，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两个玩具呢，绝对不会让你有所谓的廉价的感觉，真的不会。它身上的这个零件数啊，还有这个关节的量，还有身上的一些配件的一个整完成度，包括这个透明的这个胸口啊，还有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部件什么的。 尽管美型度呢可能略逊于现在的一个官方的玩具，但是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啊，刚刚的不管是变形的一个联动的设计也好，或者是配件都有合理的一个位置的分配也好，都是非常非常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可动好了，它头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的话你要360度的转动也是可以，造型被限制而已。二头肌一样可以转动，手的话呢还是一个双动关节。 还可以做一个叉腰，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变形的时候是可以展示过的。往前踢的话比较可惜，大腿的话呢会被这个部件给限制住。膝盖的话呢也可以弯，也是有一定的幅度可以弯。脚的话呢有一定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那两者的一个腿的一个可动呢，原则上也是大同小异了啊。如果你真的要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是以这个变形，它会转过来变成这样的，啊，好像还是转这边好看一点，对不对？ 行吧，那以当年的话呢，普遍来说呢，好像 weirdJack 的一个大家评价比较高，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款 Turbo Tracks 的一个玩法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啦，两者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今天的话呢，会突然想要做这一集的话，也是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机遇吧啊，我在网上呢看到有这一款玩具呢，就是二手，然后没有说明书，没有包装盒，但是没有缺件啊，然后呢台币呢挂在那边450块钱。啊，还卖不出去啊！我真的觉得非常心疼啊！这个玩具的价值450块钱，这个450块钱现在买一个围城啊，或者 S 系列的这个新品的话呢，可能价格都还要比450还要来得高啊。但是你可以买到的玩具的质量呢，经典30的玩具呢是，我不敢说完胜啊，但是绝大部分还是会胜过于现在的玩具了啊，只是说可能。可能你没有需要，你就不买，那价格的自然就低了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已经玩这么多年的玩家的话呢，我们是可能我可以相对提供一些稍微有一点比较拉长时间线的一个对比的话呢，我的眼中来讲，我就会觉得，哎，这真的是宝贝玩具啊！我不敢说我是伯乐了啊，但是就是可以提供一下呢，我们这些稍微玩的久一点的人的一些经验谈，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玩具呢，你用现在的官方的新品的原价去购入呢，我相信也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我们这一款这个经典 3.0 的 weirdJack， 还有这个 rebuildeShirt 的 Turbo Track， 作为我们回味经典的第一集。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